作的人都是很偏执，我又属牛，牛也很犟，有倔强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如果把这两个事情的哈，用在那个餐饮上，我觉得这就是有点像天命，命中注定了，可能是该做餐饮，而且把那个餐饮得好好的做下去。四周或者他店儿又不大，我也不做加盟。那我就想的是，既然有那么多朋友去喜欢我们那个店儿，我认认真真把它做下去，把它做好，做得长长久久，其实也算是我的一种命吧，也算是一种使命嘛，哎。